还有创新跟包容这些的人格的特质，就刚写好，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呈现，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，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，无论我如何地去追索，年轻的你自如云影越过，而你微笑的面容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岛。接下来我们有请贺爽清同学。哇，这是谢谢你代表